为什么他要跳水？跳水价格是吗？他是在天空吧？是水里啊，跳水的水跳下去吗？所以这个是别人的脚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，只是脚啊。对啊。他那个 P 图怎么 P 成这个样子？那看起来像假的，太搞笑了。两个跳水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图片的要意义是什么？下雪啦，就要赶快跳水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跳水的价格，TVC 啊，风车。